大家好，我是居然的妈妈。我家孩子今年是11年级，是从去年3月份，就疫情开始的时候，参加这个 eSchool 网校的学习的。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完成了9门功课，并且申请大学，而且现在已经成功的收到了多大以及外斯坦的入学通知。通过这1年的学习吧。我觉得对于居然来说，收获还是非常大的。老师啊，eSchool 的老师啊什么的，对于孩子的问题啊，我觉得反馈是非常及时的，所以对他起了很大的帮助。他能够就是说这么快速的、顺利的完成这个别人2年完成的功课，是跟eSchool 的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。所以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非常非常非常，非常衷心的说声谢谢。